哎，欢迎回来，我们的阴思路。这次我们的耶稣获得消息啊，富兰克林在这个神之国。那我们现在前面这个呢是富兰克林，他是我们的以西结。原来这么重要的人物，原来就是富兰克林啊，还有他旁边那只老虎。好的，那富兰克林跟我说呢，他在这个深山呢找到 Trevor， 他就是受重伤，然后他的装备呢已经不堪使用了，所以呢，他在这个神之国呼呼大睡啊。我们找到 Trevor 啊，他居然躺在这里，该起床了 ，Trevor。Rick 他们需要你帮忙啊。OK， 我们现在这个 Trevor 呢，要去跟这个神之国的老大以西结道别一下。那这次的任务呢，会由这个 Trevor 跟耶稣呢来共同排除万难。OK， 我们现在先跟这个以西结告别一下。那以西结说，这个附近呢已经开始有敌军开始袭击这个小地方了，那希望我可以协助他，他会指派给我他最得力的侍卫助手。我发现神之国还蛮不错的。感觉住在这边还蛮舒适的，而且又有这个高塔可以守着，可以看到下面敌人会不会攻上来，应该可以容纳很多人在这里哦。而且它还有小型的哨塔。OK， 我们要通过这个大门还有两个警卫，这边其实还算是蛮完善的。OK， 我们现在一出来就遭受攻击，那有丧尸，然后又有那个尼根的部队。哦，我整个人翻过去哦。哦哦哦，丧尸一直过来啦！好险哦，伙伴有掩护我一下。而且还不少。然后地图上面红色点点都是那个尼根的部队。哦哦哦，射我！好险，我有穿防弹背心。哦，我的附近丧尸清掉了，最后几只了。啊！有人在上面，躲在上面偷射。这是以西结有派给我四个伙伴。对啊，这边有丧尸躲在这里。散弹枪最好用啊！先躲一下，附近好像还有敌人这样子。我们需要找一台车，但是这个树林这边应该没办法有。应该没有车可以取得吧？先躲一下，好像又有敌人要过来了。哦，是哦，这台车可以用哦。我的伙伴就上不来了。OK， 我们现在接下来任务呢是要带着我们的耶稣到达这个南方的一个高速公路。以西结说他那边有其他的部队需要耶稣过去支援，然后那边已经沦陷，但是还是有一些人需要解救一下。
路上一直有丧尸，哦，差点滑倒。躲在后面哦，射他射他！看起来是安全，又有一个。居然敢挑战我？嗯，把你打成蜂窝，我跟你说，滚下山吧你！呵啊！打爆你！哇，满满的血迹！抄近路下去了，应该没有敌人吧？哎，没有一个人挂了，被偷袭了在，有人躲在上面，丧尸。他用快步跑下来耶，丧尸怎么怪怪的？我躲在上面，哦，不太好射击。哎，躲好，躲好，躲好！啊，小心啊！丧尸都跑下来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快走，快走，快走！哦，记得躲在树后面啊。小心左边，小心左边。一直有人跑出来啊！你跟着部队怎么这么多人啊？火箭筒来轰几下！哎呀，我的伙伴！失误了，哇，好快哦！你打到，再一次，再一次，嗯，哇，我丧尸逼近了，快走，快走，哎，我掩护你们，等一下，剩你一个吗？另外三个人。我不见了。我发现他的枪怪怪的，他射击的时候会歪掉。天哪，有丧尸就已经很可怕了，还一堆人围过来。快，耶稣跟我走。我们花一点时间清理掉这边的丧尸，真的是太多太可怕了。OK， 那我们现在呢要制作一台车子，然后看看这附近有没有什么车可以让我改装的。前面好像有一堆车可以坐。哇，这些人居然还戴防毒面具，真的是有备而来的。前面那台红色的，来改装一下。那我们车子已经改装好了，丧尸还是不断的逼近。我先把附近的丧尸先把它处理一下。那我们这次改装这台车呢，是可以喷火的，但是只有尾巴可以喷火，然后丧尸碰到的时候就会烧起来。上车，上车。
它试乘一下，扫一下。哎呦，错哦，钢丝都烧起来了。还蛮好玩的，让开让开让开，燃烧吧，丧尸们！还是一直过来。烧不完啊！啊，不跟你们玩了，我要前往我们的目的了。等一下，我们第一人称，我们再到我们的火焰。哦，这台车可以加速哦，哦，跑好快！哇，喷射的，时速130。140，哦，撞到一台车，掉漆啊！在路上呢，那个耶稣跟我透露，这个 Rick， 上一集开车回去的时候，不小心遇到尼根，那失去了两个伙伴。然后队友又被抓走了，那我们这一次又要赶回去找寻我们的 Rick， 跟他集合。OK， 我们现在到达这个桥这边，但是我的车子过不去了。那这边已经看得出来已经被丧尸沦陷，但是有些人呢还是站在原地啊，对啊，可能做一些防卫吧。这个人，对，那他们已经。尽他们最大的努力来协助这边的市民呢。然后我们的耶稣需要留在这里，处理一下后续。OK，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附近有什么可以使用的。好 ，OK， 我们现在整条路都被堵死了，然后陆续有丧尸。然后这些市民不晓得该怎么办，站在原地发呆。OK， 我现在目前只能协助他们把附近的丧尸清掉。对，让开让开。Oh, by the way, that's entirely your fault. 先爬过去一下。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他有超能力吗？竟然悬空在上面。Would you open your fucking eyes? 哇，这边真的是发生很大的事故。然后这个人怎么怪怪？他是要变身了吗？哎呦，不好意思啊，给我过一下，给我过一下。让让让，让一让，让一让哦。整条车道堵成这样，等一下，这边居然围起来了，难道是要隔离他们吗？这些人被隔离了，真是可怜啊！我至少有一个检查哨站可以保护他们啊，至少不会受到丧尸的攻击。这边还有这个衙门的地方，然后这边还有医护人员。警卫，我这边还有救护车，这边的车子可能已经荒废很久，而且已经毁损了。前面已经开始有丧尸陆续从这个角落入侵了，快快快！你们赶快
我要离开这里，这边丧尸已经过来了。我只能自求多福啊！你们要靠自己了。有些沙包其实已经不太管用了，整个车已经坏了，然后地上这些车子你就已经坏了差不多。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车可以让我开出去的。这里有个敌人。射到他吗？可以啊，这么远可以射到。啊，有一台死亡公爵，虽然说他门坏掉，那我得先回去山顶，再与 Rick 他们汇合一下。冲撞！